今天我姐不在家，没人给我和姐夫做饭。姐夫做的是泡面吧？喂，拿错了，姐夫，给你这个。怎么没有叉子啊？哦，有，我给你去拿。姐夫厨房里还有点海鲜，要不咱俩去？喂，吃吧，姐夫。来，都吃我吃。姐夫，我朋友叫我出去吃饭，你去不去？不去。行吧，本来想介绍两个美女给你认识。喂。喂，兰妹，你在哪呢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姐夫。哎，姐夫逗你的，你看那边。还是你靠谱。天天看你，吃饭我都没胃口。行，那你慢慢吃，姐夫。哎，开门。